谢谢。哎，好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，啊，好，我这是到了菜市场了啊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嗯，我得特别谢谢家乡的父老乡亲们。那是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姐啊。好。反正我雇来的托儿的都是啊，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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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大哥说要给咱生一孩子，嗯，谢谢吧，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就咱这交情说实在的，一回天津说相声是特别的高兴，这多好啊！这一场应该是3年前就得演，对了，差着人家的。哎呦呵呵，给您添麻烦了啊！嗯，这3年不容易，嗯，各位攥着这张票等我们，对，我很感动啊，嗯，因为拿票的时候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兑现，是一等等3年，哎，我很感动，嗯，台上台下咱们这种契约精神啊，啊，这是。当今社会公序良俗的社会文明典范了，啊，太高兴了，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，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哎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吧，也不用多介绍，是啊，都认识我们，都熟啊，嗯，我，哎，你看看，嗨，哎就他不认识你，出去。我叫郭德纲，他叫于谦。对对，还是我们两个人。是 啊， 啊，你站在天津说相声，比在哪儿都高兴。那是到家了啊，嗯！他其实也算是天津娃娃，也不算外人啊，因为他父母在天津大港油田那儿。是是是，所以说也算是天津。后来他是卖到北京去的。卖卖不是卖。太不像话，我们都是从小干这行，对，我是7岁开始学评书，哦，9岁开始说相声，这叫做科呀。于老师是哪年开始干这个的？我12岁。那，啊，他12岁出马，嗯，等于出马干嘛，哎，这个行什么，我这武将了，您这意思什么，出什么，12岁就出道啊，他12岁出事儿，这个怎么没有出事儿，出道啊，行行，说12岁开始干这行，哎，那就这么说可以。我们俩人有一个独特的跟其他演员不一样的地方。怎么不一样？我们这叫父一辈子一辈。您细说说。我师父跟他师父就在一块儿说相声，就是搭档。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。对呀，啊，他师父吐鲁番是，啊，那会儿在中国相声界一说新疆的呀，侯耀文吐鲁番打过，没听说过。他师父味儿大，我，啊，是干嘛卖葡萄干的，是怎么着？叫什么什么？石富宽啊，石鲁番，石鲁番，石富宽，石富宽，石富宽，对，石富宽啊，对，两位老先生，现在是我们哥俩在一块儿，天天的就跟亲哥们儿一样，嗯，是这么多年了。我怎么看网上说人家说你单飞了？现在都这么说，就这么吵啊！你看人家好多。好多自媒体人家写着哈，啊，于谦单飞，啊，还有人问我，我说这不可能，我了解于谦，是吧？他怎么可能单飞呀，啊？啊，这话听着有点别扭啊。嗯嗯嗯，不可能，嗯，是吧？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吧，啊，人人都能写，嗯，啊，如果说写郭德纲、写德云社，能给人家带来点收入，我还觉得挺好。啊，而且这玩意儿也不能解释啊，是，对吧？人家说于谦不在德云社了，那写一篇，夸夸夸一写，人家多少能挣点，啊，是我站出来一解释，于谦不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人家说，哎，郭德纲昨天解释了，他急了，怎样怎样，哦，哎，人又吃一回，又一篇。过两天于谦又出来了，人家，哎，于谦真的回来了啊，对，编一个故事吃我3顿啊，哎，所以说我们就忍着吧，哎，别说了。再一个，于老师。跟我们这种交情永远不会，当然啊，这个我说相声跟各位您说啊，他只要站在旁边，我特别踏实。我们合作时间长了，哪一句话都不可能掉在地上，都得接上。这个专业技能是别人不具备，是吗？就比如说我这有一盘子，我扔哪儿，他都能给我捡回来。啊，
我是狗啊，是怎么着？我这接盘子去，我这这么大岁数，什么叫什么叫狗啊？就说我们哥俩这种默契。哦啊，那倒是，这回行了啊。春暖花开，太平盛世，我们又能说相声了，这多好！今年的演出安排的也非常的多，是，咱俩人好好的干，一定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也立一个 flag， 好吧？什么意思？您这是要干嘛？你这不学武术了？我真不懂这个，你得学学武术啊！武术干嘛呀？不学武术，你不学武术，不学武术，对我这词儿还真没听说过。完了啊！你被时代的草鞋抛弃了。你看人小孩们，人家会外国话，人都知道啊。我要立个 flag， 什么意思呢 ？flag 方言啊 ，flag 是方言。我听他们都说，哪儿都说啊，哪儿说？岳云鹏也说啊，我立一个那个 flag， 哎 ，flag 就这味儿了。嗯嗯，天津人也说，怎么说呀？立一个你妈 flag， 哎嗨。就加这俩字儿就方言了，不是他好，他就是一个外来的语言哦，外来语很多语言他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容易让人理解不了。你比如说有一个英语 啊，有英语，这个好多人都认为是啊，你说这件事情我们要 PK 一下，好多人都说哎呀，外国人，我这我知道，这是波莱语，这是外国话，你这就是没有文化的表现。这怎么 PK？ 怎么会是外语呢？那 PK 是什么呀？那是天津话。这怎么会是天津话呢？这个天津人要形容谁淘气哦，顽皮，他就说这 是 PK。 这来孩子啊，来小孩，这孩子这个淘啊，这儿也摸那儿也弄，光踹碎了，就这大伙儿，这天津人就说，怎么说这小 PK 的？哎，是啊。哦，光形容小孩吗？其实上岁数的也是。那岁数大人什么应用场景啊？这来一老大爷推自行车，咣撞谁身上了？是车一扔，地上一躺啊，不给钱不走，碰瓷儿。天津人就说这种老先生怎么形容啊？这老 PK， 哎是。小孩老人都能用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要说咱俩呢，嘿，俩皮没听过，这不是了，这个。所以说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包括 flag， 这都是，反正介乎于方言与舶来语之间。那您说这什么意思 ？flag 就是立一个标杆，标杆启示。哎呀，过生日不都是吗？啊，插上蜡烛，来，闭上眼，起个誓吧。啊，我起什么誓啊？我。不是过生日起什么事啊？闭上眼不是起个许个愿呢？那叫哦啊！您闭上眼许个愿，点儿了。还纳闷，我看他闭着眼，我以为琢磨谁呢？那时候啊，那起誓干嘛？起个许个愿，许个愿。这 flag 就是 flag， 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哦，哎，我今年我要怎样怎样，我给自个儿立个标杆，立个 flag 是这个意思。哦、标杆，我要立个标杆了。哎 ，flag， 新年新气象，什么意思？说相声好好的说，多出新作品。哦哦。我不会再提于谦他们家。哎，这倒是好事儿，这个，因为在我的作品当中，于氏家族出现的次数太多了。是啊，啊，提您的父亲呐、啊，提母亲呐、啊，这个我已经受到了业内同行的批评了。哟，他们怎么说您呢？说相声的老前辈指责我，郭德纲，你说那相声不像话。你看看，你就说于谦他爸爸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是你看看中国相声150年历史啊，还有谁在节目里提过于谦的父亲？凭什么都提我爸爸呀？啊，谁捧哏说谁去啊？对，说的我觉得有道理啊，所以我决定我不该说的话我不会再说了。哦，不讲了。嗯，不该提的人我也不提了。哦，不该去的地方我也不会再去。哦，我要再去，我是个小狗。行，就先这么说着吧，那就。嗯，其实各位台上也难免提一些个人。你说提谁怎么又难免了？不是，咱得讲这道理 啊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台上哎呀涉及到有一大爷，你说这大爷说谁？是从我嘴里要说我爸爸，观众不可乐是吗？你
看你多捧啊！啊，就得随便说一个。你说咱俩人站这儿，哎，有一故事，这事儿是王大爷、赵大爷。你观众听着就哪儿的王大爷，哪儿的赵大爷？哦，显得咱俩就外行了，是吗？就是一指啊，于谦的爸爸。其实观众也知道是假的，那倒是。谁往心里去？这是真的。你想，谁爸爸趁那么些个工作？这不都是您给说的吗？这个。我上他们家去，我见着他父亲跟见我亲爸爸是一样的，哎，就那么尊重。我见他母亲就跟我亲妈是一样的，哎，就那一样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，没错。我有时候谁给我点说这营养品对身体好啊，我都不用接，快给于家送去。哦，给老太太送去，老太太得补补身体。你这疼老太太，他们老太太哪儿都好，老太太疼人之极，是吧？就是老太太有点贫血，好像这身体岁数大啊。好家伙，老太太不是可爱是吗？没事净在蒸胡萝卜吃。那补血呀，吃红枣啊，对对，弄了个枸杞泡，这都知道嘛，是吧？嗯嗯，炒那个紫菜头，哎，对，这也是补血。买那个红瓤的山芋吃，反正沾红的都补血。吃那个什么火龙果，是是是，家里边供着关老爷，哎，关老爷也补血呀、啊，沾红就算。好家伙，这太迷信了。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太太，是吧？老爷子更好玩了，老头啊，哟，怎么又提到他？我也顺嘴搭音儿，你知道吗？老爷子可爱，平易近人。哦，就那么有身份的人在家里边，你觉着这个老爷子就这么疼人慈祥，是吗？你像这个天儿，他爸爸在家里边，啊，穿着一个小吊带儿啊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进去不对，老头了，穿小吊带儿啊？怎么了、啊？这是男的穿的吗？这个你也穿过，我也穿过。这我没穿过，就那个白色的。这儿有一个袋儿下来，白的那个。我跟您说普及一下啊，啊，那叫跨栏背心儿，跨栏吊带儿，没就不用，干嘛非加吊带儿俩字儿、啊？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老爷子啊，跨栏背心儿。我一去，我对他爸爸，我真是肃然起敬，是吗？那老头儿，哟，老爷子，桌子上这是什么呀？哦，什么东西？就这么一摞的本儿，干嘛？我的日记。哦，老爷子写日记。您打哪年开始写的？什么时候？87年3月2号。我87年，常年坚持每天写日记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。那有恒心呐，老爷子，我能看看吗？可以吗？戴上手套，怕脏了。戴手套，嗯，戴好了，这儿接过来，是头一篇，是1987年3月2号。哦，今天我要开始写日记了，记录一下，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多好啊！嘿，翻过来，第二篇。2004年5月1号，嗯，今天我释放了，哎，我又可以写日记了。哦，在号里就不写了，是怎么着？关进去了是吗？这几十年，你看，我真是很感动。这有什么可感动的呀？不是，老爷子不是关进，你就瞎说八道的啊！不是，那不是关进去，那么有身份的人啊！哦，真有身份，他爸爸是银行的行长。哦呦呵，管钱的，哎，银行行长，哦，银行，哎，儿童银行的行长，儿童银行的，对，有这银行吗？有儿童银行，儿童银行存零钱的地方都是，哦，管钢镚的，哎，那个老头儿，就上班那个严谨，那个认真，那一把钢镚那有什么可严谨的？那存是那个人家库里边不得有那个值钱的东西吗？哦，老头儿天天上班很严谨，是吗？啊。这个工作都得认真啊，千千万万不要掉以轻心。是是，现在开始演习。怎么先演习？演习什么演习？就是万一来了抢银行的呢？哦，安全的演习。第六是，如果这会儿有歹徒冲进来，我们要先卧倒。卧倒，这很重要，是吗？现在卧倒。哦，赵姐来躺这儿来。啊，这叫卧倒。刘姐躺这儿来。啊，孙姐上我这儿来，就别哆嗦了，这儿，对对，都躺好、啊，我躺你们跟前儿啊，你起来，哪儿的这演习呀、啊？这早晨8点半开始躺着啊，躺到5点半下班。嗯，老头上这儿补觉来了，嗯嗯，就是这么一个严谨、认真、可爱的老爷子，没瞧出来，我这就是由于这样的两口子，嗯，才轰出，才生那个烹出，冻出来那么一什么词儿啊？您什么？才生出来，才生出来这么一个可爱的谦哥，啊，就是我。第六啊，跟您合作是我的荣幸。您太客气了，谦哥是一个完美的人，可能也不是。您到底是不是？您想准了再说成。我说完之后后悔了。嗨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凡人。哎
我还挺烦人是吗？什么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是谦儿哥有点小毛病，那不算包贬，能说吗？可以讲啊。这人俩特点啊，啊，第一强迫症。哦，我有强迫症。哎呦，你后台啊，换衣裳，把鞋往那一放，嗯，摆着特别整齐啊，搁了墙角，那不是也是好事吗？无论谁打那过，无意中一踢，是这鞋歪了，哦，马上他就回来。给摆正了，摆正差一点儿，这完了，难受死，哦，心里别扭，强迫症，善猜多疑，是啊，出去洗澡去，好家伙，挨个看啊，澡堂子里边，那个是不是狗仔？狗仔，这是不是要拍我？哦，啊，我们有什么？你至于不至于？是，澡堂都脱了，一丝不挂，你说你犯得上吗？是，没有，就是一丝不挂，关着，嗯，你干嘛了？啊，咵，你们几个干嘛了？人家我洗澡的呀，就是咵一推这门，嗯，你们几个干嘛的？我们这喝茶的，每个门都推开看，神经病，不放心，咵，这是你们几个干嘛的啊？我们就看车的，我们这门口哦，就我上马路了，我好着，我逮人，我逮大街上去了，光着屁股，就是这么一个强迫症，不是强迫，神经病，这是第一啊，第二个不能说了。第二个怎么不能说了？这个人啊，说没关系，洁癖，这也不算大毛病啊。我这个字儿念的有问题，怎么呢？人正字叫洁癖，哦，这是个癖，但老百姓念白了都说洁癖。对，咱们就从俗吧。啊，洁癖，洁癖，嗯啊，过分的干净，这没什么大事儿。洁癖，洁，清洁的清，嗯，癖，嗯，癖好的好。没一个字儿是对的，您这个啊，什么洁癖这俩字儿，就是过分的干净啊！你看我们来了，在后台吃点盒饭吧啊！只要他把筷子拿起来，于老师要吃饭了啊！怎么办？我马上告诉跟前的孩子，嗯，躲开，都躲开他那儿，上边上去，不许靠前。谁在跟前待着，一会儿就翻脸了，这也不行啊！这端着碗啊啊，吃呢，嗯，备不住孩子们啊！大爷，您吃的什么呀？这不挺正常吗？对别人来说没问题，对他来说就翻脸了。我应该怎么着啊？大爷，您吃的什么？是，啪！哎呦，这就扣了，把碗就扔地下了。哎呦，啪！这干嘛？孩子们就傻了。是啊，我就赶紧走走走走走走，就先轰走。告没告诉你们？这都走了，他这还没完呢。啊，这还没消气呢。嗯，啊，我上那儿吃去。嗯，哎呦，我这不是洁癖，我跟狗抢食呢，我这是好干净，这能干净得了吗？这个早晨起来，只要于谦一睁眼啊，就这通石头啊，没仨钟头完不了。我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头一件事啊啊，先弄头皮屑，我听着都恶心。这洁癖还有头皮屑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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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稀了哗啦，稀了哗啦，稀了哗啦！哎呦，雪片相仿，那错不了啊！嗯，但凡这还有一个头皮屑，是也不行，心里受不得。那是得仨钟头啊！呱啦呱啦呱啦，弄完脑袋了，哎，嗯，揉这眼屎。哎呀，哎，呵，挤这黑头，这对自个儿真狠。哎，挤黑，掏耳朵。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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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哎呀，哎，我就这一天洁癖是吗？天天我之前都不洗，合着洗洗洗啊！咔啦咔啦咔啦，掏耳朵，哇，怎么样？我能听见了，啊，我以前堵的都听不见了。哎，刷牙，哦，刷牙，咔嚓咔嚓咔嚓，这倒正常，刷40分钟，呵，刷完之后拿镜子来啊 ，K 这牙结石啊。我天天刷40分钟，还能有牙结石吗？我，嗯，哎，拿手一揪，嗯，鼻须太长了，就这儿长的毛，鼻子那毛，哎呀，我这愣揪啊！哎呦，我啊，哎呀，我受这罪干嘛呀？我，啊，行了行了，啊，这仨钟头打不住啊，这点事儿，哎，啊，揪完了，是啊，搓脖子后边这村儿，哎呀。我这怎么洁癖了？我这咔着咔着咔着，啊，走，
好家伙，搓出一小土山来。嗯，胸口有粉刺，那怎么办？有三个粉刺啊，滋儿，哎呦，滋儿，挤俩，一个，嗯，这个不能挤，为什么？还没熟呢，就没出白尖儿呢。嗯，拿笔写上，嗯，我等你哦。嗨，哎呀，我太浪了，我有点。哎，胸口收拾干净了啊，蚊子嘎着窝。哦。哎呀，哎呀，就这儿拉呀、嗯！拿粉来擦，哦哦哦，拿粉粉，拿粉擦，是擦，这回行了。嗯，哎，这就心里痛快了啊。然后 ，K 这个肚脐眼的泥、嗯。哎呀，我全想起来了，在今天 ，K 完之后拿一根牙签来，这牙签干嘛呀？剔指甲缝里这黑泥。哎呦，嘿嘿嘿。都配干净，刚想起洁癖这事儿，配干净。哟，嗯，哎，手上有一个猴子，这怎么办呢 ？K 是这猴子，哎呀，给他刀一下，嘎着嘎着嘎着 ，K 就完了。哦，有，这又是这手有一个扁平疣，那怎么办啊？拿小剪子剪，嘎着嘎着嘎着。有这剪子，我剪鼻毛不好吗？不是，说半天感情有剪子，我这死败咧的，我这。都干净了啊！坐这儿算日子，算什么呀？哎呀，嗯，三个月了，要干嘛？今天该换裤衩了，多新鲜呐！好家伙，换裤衩啊！换完裤衩搓磕膝盖上的土，不换裤衩都想不起来膝盖。嗯，磕膝盖搓了，哟，嗯，腿肚子上有一口子，哟，这两天扣杆了，怎么办？接这杆哎呀！啊哈哈！哎呀，比鼻毛还费事呢。那是，嗯，拿小锉来，是锉脚后跟。哎呀，哎，全想起来了。给灰指甲上药，你怎么全有这毛病啊？哎，晾晾，差不多干了啊。穿袜子，哦，坐这犯愣。穿什么愣？裤衩要是换了，袜子是不是也该换了？废话，早就该换了。换了。连脱下来这裤衩带袜子叠好了，啊，放衣柜里头。怎么着不洗呀、啊？仨月就晾干了，就没味儿，自然风干。我这哎，嗯，拿笤帚拿簸箕把地扫了，嚯、哦，端出三簸箕去。哎，这幸亏刚才还踢好一脚。嗯嗯，端起杯来，墩墩墩墩墩墩墩，这是哎呀，什么呀？你说我喝了足光散了，怎么脚还有味儿？那是喝的吗？那个啊，那是得有味儿。高兴啊啊！哎，这才踏踏实实出门去见朋友去工作。哦，这才能出去。要没有这一套，一般来说他不出门。嗯、我上半辈子没出过啊。当然，我们一般来说也不会叫他，是吗？那么个性的人，你怎么跟他玩啊？没法玩，是不是？玩不了一块儿。包括吃饭，一般不叫他。吃饭也不叫。但是叫他，也就是我叫他。哦、oh, ，我们哥俩好啊，咱有交情啊。你别人家别叫了，太是非了，是吗？我这别还是叫着。哦、oh, ，尤其要吃点隔色的东西啊，平常吃不着的，我愿意叫去。是啊，今儿吃农家菜，哎，这行，我喜欢。啊，新鲜的野菜啦，吃点什么香椿了，就这个。嗯，农家小院哦， oh, 我就一定必须带着钱儿。这我你们别嫌他，我说我带着，是吧？其实带完他我也后悔。那有什么后悔的？好，到了这农家院他先看啊。啊，干净吗？那是得看啊，连窗台摸去，嗯，还得看有土没土啊，看干净不干净？进人后厨，筷子干净吗？得问问呀。人农家菜，人老板，嗯、于老师您放心，我们这干买卖多少年了？是是，我问你，筷子干净吗？你回答我啊，干净。我们有矿泉水啊，那就能洗。盘子干净吗？盘子有矿泉水。矿泉水、嗯、碗干净吗？你瞧，你放心，就矿泉水 啊, 啊，行，就尽量得干净，是这才吃饭。哦，吃饱了往门口一站，嗯，逗人家院里那小狗，跟狗玩，就喜欢小动物。我喜欢这个小狗过来咬他这裤子啊，狗行，这、嗯、这老板出来了，是喊那狗，是哎、嗯、矿泉水。你先等矿泉水、啊、狗叫矿泉水啊，合着这盘子碗的筷子都拿狗擦的是吗？你看这玩意儿，人就是这样，你要不知道没事，狗舔的，这一知道他急了，那可不吗？好，趴在地上跟狗咬起来了。
我跟狗这儿报什么仇啊？狗咬他，他咬狗啊。当然，最后他赢了啊。那是得赢啊。那就你狗都撒嘴了，他还不撒嘴。我这狠劲儿还没过去呢啊！大伙儿劝他，是站起来生气。嗯，一生气可坏了。怎么了？肚子拧得很，那是刚才吃的不舒服。这就人就是这样，你要不告诉他没事是吧？条件反射，哎呦，吃脏东西，哎呦，坏了，要上厕所。那什么，老板啊，厕所在哪儿了？你看看是不是？你看内务，嗯，去了，进厕所先看干净不干净。哦，这也看，哎呦，不行了，太难受了，肚子不行拧，哎呦，啊、这窗台还有土呢，这拿湿纸巾给人擦，擦窗台。哎呀，赶紧吧。哎呀，啊。哎呦，洗手这池子也脏，嗯，拿湿纸巾是，哦，还是不着急，哎呀，嗯，都擦差不多了，是，这才拉开这厕所这隔断，赶紧，一拉门不行，怎么不行？里边是马桶，这找的不就是马桶吗？您这特点是必须是蹲便，坐便嫌脏，哦，接触的这不行，哎，啊，不能用，哎呀，这真讨厌，哎呀，这马桶，我给他先擦擦马桶，哎呀，呵哈。不能用，你擦它干嘛？擦完了拉这门，嗯，还是马桶是、哎。我给人刷厕所来了，是怎么？就疼的都不行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这个勤奋呢、嗯，连刷了三个，到紧头这一拉开，这是蹲便，赶紧吧，那就。哎呀，太高兴了啊！进来不着急脱裤子，那是先撕这个湿纸巾啊，擦这门把儿。我擦门把儿干嘛呀？得揽门把儿。哦，因为这里边没有插销，哦，怕人进来，就怕半截夸谁拉开，他会尴尬。那倒也是，强迫症吗？拉着门把、啊、把这门把擦干净了，这已经都不行了啊！哎、啊，这才解裤子，这憋的，蹲在那儿揽着门把，那使劲揽着吧。嗯，就这会儿，农家菜这老板来了，是于老师，嗯，于老师找我，于老师，啊，哎呦，嚯，嗯，站，哎呦，回去换，怎么着？于老师呢？甭找了，我在门上挂着呢。您想啊，您想我死败列这儿来着，老板把门打开，我可不在那儿呢吗？这个老板也愣了啊，于老师啊，于老师在这儿，哎，就别扒着这门了 啊，对不起于老师，打扰您，忘跟您说了，怎么着，厕所收费我啊，一块钱一次，哦，于老急了，是站好了，嗯，这个不结了，我就是刷厕所来的，合着是吗？你们这还是没完，你们就欺负啊，欺负人，咬牙！你要刚才告诉我十块钱也行，哎呦，一百块钱，怎么着？我也给你啊，但是你们这就是干嘛？这样做是不对的。那你们不坐下来聊一聊？嗯，老板很尴尬。是，于老师慢走。哎，这赶紧轰出去吧！您垫着点脚啊？干嘛呀？要不还得擦地。好家伙！他打这出来，骂骂咧咧出来。那是得骂街。这辈子不会再来。不来了，我要投诉你们。哎呦，就奔车去了。啊，要上车，我一把就拦住了。是啊，你要干嘛？上车回家。上车，咱走走。那不，你不能再上车了。你看你这不像话、嗯，我就得上车。你怎么你也欺负我？对、啊，外人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。这不应该。我说你那是人话吗？啊，三说五说急了。嗯，这地儿就怨我了。怎么？怎么打人了？给谦儿哥一大嘴巴。这您可不应该了。上车一摔门，走。这不管我了，开车我们就走了。哎呀，其实半道上我就后悔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好的哥们儿，没红过脸，怎么能动手呢？我们出来的时候是下午5:20，是啊，到家是晚上差一刻9点。您开了好几个小时，这农家菜在河北省啊。那我这呢？你就往家溜达呗。那我不得溜达一宿啊？其实我到家之后，我特别的后悔。是吗？我冲动了。哦，老话说得好，是冲动是魔鬼啊，魔鬼什么？冲动是魔鬼。我怎么能这样对谦儿哥呢？是啊，对不对？
我得上家给他道歉去。哦，您还给我道歉？这事怨我。哦，我去。这会儿已经快夜里十一二点了，是，那也得去。哦，打架出来奔于谦他们家啊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嗯，他媳妇把门开开了。怎么着？我媳妇上了弦了是怎么着？跟这干嘛呢？跟这看看我啊！不是说不来了吗？啊！谁再来谁是小狗？不是，嫂嫂。哎，这什么称呼？这是我电视剧都这儿。哦，那不是什么电视剧。嫂嫂，嗯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我是来道歉的啊！进来吧。是。我进屋，嗯，道歉。其实这会儿谦儿哥还在路上奔波，我还走呢。他，你想，我们开车开了四个多钟头啊，啊，他走着走啊，是，对不对？而且还负重，也负不了太重了，啊，路上也拦车打车，是，没人拉他，谁拉这人呢？啊，我们吃农家菜这地儿呢，嗯，在河北省就是永定河的边上。哦，挨着永定河。哎，谦儿哥认识道啊，顺着永定河是可以回北京的。那倒是，走吧。嗯，走着走着终于到北京了。是，进了北京界，谦儿哥看看这河，嗯，我应该拿河水洗洗裤子呀。我在河北没想起来，干嘛一进北京想起洗裤子来啊？家乡的水甜呐。哎，洗完就不甜了。您这什么玩意儿啊！我这洗完裤子换好了啊，到家，他到家天已经亮了，那是，哎，嫂子给他准备的早点，嗯，吃吧。他坐着吃着，眼泪下来了。我哭什么呀？想昨天这件事情，是不怨郭德纲，那怨谁呀？怨我自己。我怎么那么能做自我批评啊？我他给我一嘴巴啊！我要是躲开，不就完了吗？那我要能躲不早就躲了吗？所以这件事情是我的错。哦，我的不对。我要找郭德纲去道歉。我也是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找你道歉去。我要负荆请罪。或还要比骨。这个成语叫负荆请罪。是。想当初赵国将相不和，嗯，廉颇和这个蔺相如。嗯。后来老将军廉颇要去道歉。啊，负荆请罪就是脱一光膀子，嗯，身上背着荆条，嗯，去找人家说你拿着荆条打我，我来道歉。是是是。今天于老师要学一学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。我现在就要去负荆请罪。好好好。把上衣脱了。好。哎，把裤子也脱了。脱裤子干嘛呀？就穿一裤衩。哦，表明我的虔诚。就让人打。唯一遗憾的就是家里没有荆条。那怎么办？荆条就是编筐的那个玩意儿啊，编篱笆，就那打人 那叫荆条。是是。哎，我要先去找荆条。你这打头上学啊。嗯，光着膀子光着腿，于老师开门就出去了，找荆条去。十二月份的北京很冷，冬天呐，我脱一光屁股出去找荆条去，哪儿有荆条啊？有好心人。是吗？路边来大姐。是。这不是于老师吗？他认识我。是我。嗯，您怎么穿这么少？是，我去找荆条。我负荆请罪。您找什么也不能这样。哎呦，我也没带着多余的衣裳啊。是，这个给您挡挡寒吧。有什么可挡的？丝袜。我，这玩意儿是挡寒的东西吗？于老师，谢谢啊，套到脑袋上了。有一层是一层。哎，大姐，嗯，哪里有荆条？是。大姐说：“我哪知道啊？啊，前面高台阶有保安，您去问保安去吧。”哦，上保安那儿，于老师就奔高台阶来了。啊啊，高台阶站着几个保安。哦，啊，这是跟这门口站着呢。嗯，他过来了。啊，我要他冻的荆条。嗯，几个保安傻了。嗯，你要什么？荆条？嗯，金条啊。啊，金条在库里边呢。啊，这哪儿啊？这你谁让你来的？大姐。什么啊？大姐，哎，他想说大姐，啊，冻得说成大姐了，你这全乱了。人家几个保安，好家伙，光明正大抢劫银行，多大胆！打他啊！乒乓乒乓，这顿打呀，好家伙，裤衩满天飞呀！哎，好嘛，也就能打出这么点东西来了。
打完之后踩着脑袋啊，敢抢银行，是请行长。哦，有行长，行长在屋里地上正躺着呢。哎，这还起来，没听说过。赵姐往那边挪呢，哎、孙姐往这边，跟这几个娘们还没下班呢，是吧？给老爷子搀出来啊！哟啊，这是我儿子，他认识吗？这是我儿子啊！是这扶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啊！一说这事儿，我是负荆请罪啊！你们误会了。是老头说你也太实在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就非得找什么精条不精条的呢？啊！拿个棍儿不就行吗？是有棍儿吗？保安手里不有那胶皮棍儿吗？给、哦、给我儿子一个。哦，哎，给你。于老接过来，嗯，好，我去负荆请罪，这就算有了。出来时候连手机都没带，哎呦！你倒是问问我在哪儿啊？啊，他也纳闷，上哪儿找郭德纲道歉去？那得找啊！站这个位置正是在北京的使馆区。使馆区，北京大使馆使馆区、啊、哦，一共有三片，是这三片是100多个外国的使馆区。哦，哎，每家都问遍了。我在使馆。啊，对，每家都问遍了，每家都问遍了。那就是我光屁股这事儿，连外国人都知道了。哦，挨个都问明白了啊。最后这家打后门出了一辆运菜的车。哦，开车这也是于老师粉丝。哦，哟，这行为艺术？什么行为艺术？是粉丝不是、啊？你快上来，快冷，好家伙，快上来吧！啊，于老师上去了啊。是，您这是干嘛去？跟人说我要找郭德纲，哎，我要负荆请罪。您上哪儿找去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哪儿人多，您带我去哪儿吧。就这样，还找人多的地儿呢？人这主说，我得进菜去，我上北京郊区那集市上，大集，您去不去？啊，行行行，行是开车跟人家奔北京北边怀柔有一个大集。你瞧，我这得散云似的啊。这是北京紧北边啊！啊，是墙那边就是河北省肃宁县。哦、好家伙，哎，进北边啊！于老一下车就乐了，嗯，那么热闹呢，啊啊，这西红柿还不到1块钱一斤呢，怎么这便宜是吗？哦、这搪瓷杯2块啊，这还有卖炕条上的，哎，行了，不我们小时候家都炕，这还光着呢，这儿、哦，您光看西红柿了，没看卖西红柿的，只看你吗？那个。挨个摊都问谁认识郭德纲啊？人说我们认识，但是没上这儿瞧见他呀。对，不在这儿啊。您要上集市找他，你也得奔北京南边啊。干嘛奔南边啊？南边挨着天津，郭德纲是天津人，保不齐回天津呢。啊，那有可能。于老师点点头啊，打怀柔出来，奔北京南边大兴的集市，横穿整个北京城，这一路上越进繁华。我就是那繁华。嗯啊，一路无书，对，都不可描述了。您这个，就来在了北京锦南头大兴榆筏。哦，到榆筏。榆筏挨着河北省固安县。是是。而且榆筏这个边儿，拿眼一看就是永定河。我又回来了，合着。于老师高兴，这个地方我来过呀。那是昨儿早上打这儿上来的。那是那是，嗯，正高兴呢。啊，来了300多人的马拉松。哦，跑马拉松的，跑步300多人呢。啊，就把于老师裹在队伍里边，一块儿往那边跑。嘿，您跟这300多人站在一块儿，一点都不违和。为什么呢？服装一样，都是背心裤衩。我没有。嗯，您别往一块儿说了，但是您手里有一棍儿 啊，那管什么呀？好厉害了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队伍，那边去，往前，脚底下看着 啊，前面拐弯有棵树啊，留神 啊。对对，我昨儿趟一宿道了，肯定熟啊。一边跑一边他也恨，恨什么呀？就恨农家菜这老板，那他肯定恨他呀。不是因为上厕所，怎么出这么大的故事？那倒是，跑了3钟头到河北省，一回头，哟呵，怎么着？这就是那农家菜，真回来了。他墙上还贴着一张纸，写的是。一看这纸，把于老师气坏了。怎么写的？今天开始厕所不要钱了。哎，去你的！谢谢大家对我一个人的鼓励啊。我心领了，谢谢各位。哎，你先说，先别说，你等会儿。
怎么改你一个人了？啊？你多咱来的？我在你前头上来的。我让他们弄车送你回去了。哪儿送我？没走啊这个。不是我上哪儿去？你等会儿，咱俩还得表演节目呢，你送我回去算像话吗？不是你不家有事吗？我再有事儿，我得表演完喽啊。你不用，你别添乱了。差不多，我这添乱呢，我一直我不好意思说这，我说良心话，这回了家了，我也是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，你太搅和我了。我怎么搅和你了？说句良心话啊，嗯，我在外地我也不敢说，我回了家了，我胆儿也大了，给我家乡的父老，我们老门口的人啊，大伙儿帮着我。不是你先别拉关系呢，你先等一会儿。这家乡人也不碍事，这有正义感，这都是啊，对不对啊？很有正义感啊。是啊，那这捧逗之间怎么我讲？今天啊、嗯，一个是我带着德云社来演出，对啊。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，你今天是告别舞台。对。别人没怎么样，您把我轰走了，合着。今天你就到这儿吧。我怎么就到这儿了？因为你那个艺术水平不能在这个地儿演出啊。这地儿怎么了？我演没演？刚才不照样演？小馆儿啊，体育馆是啊。你这个水平跟这演出，这算诈骗。您这罪名安的可够大的，知道吗？大伙儿不清楚，我知道啊。于谦，对呀、啊，他说相声，说句良心话，咱不是说我回来了，同着家乡父老踩乎他，不是啊。嗯、啊，他的水平确实不行。您等会儿。您先说说我水平怎么不成，咱都摆在桌面上说好不好？你看急了。不是急，没劲啊。对了，您说这个还不许我急，没意思。当着这么些观众、啊、您是回家了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就问你，说了这么半天，我着急了吗？我往心里去了吗？对，你净说我了，你往心里去什么呀？不是，其实我认识他挺早的。可不是吗？他也从小我们都一块儿在曲艺团学员班啊，老师一瞧见我乐得跟什么似的，上人见喜好啊。打报名那天我往屋一走啊，郭德纲，哎，老师您好，呵，这孩子太可爱了，我认你当我干爹啊。什么老师啊这是啊？老师爱我呀。这什么贱骨头老师啊这是？知道吗？这太好了，坐那儿去，义父来坐那儿去。呵啊，这老师口真甜，我看看。下一个于谦叫我外边进来啊，不是，扭过脸去，脸扭过去，对，扭过去，冲着墙啊，别回来啊，啊，哎呀，至于这么恶心吗？到这地步啊，我们考试的时候，后来勉强要了他了，啊、考试我门门一百，满分，总是一百，他这个啊，40，26，不及格，11，负7。我上一学期欠人七分还、哎、我这怎么念的书啊？这是问我，哎，有办法吗？有办法吗？有办法啊！我说我打小在天津长大，我有个秘方。什么？就是考试之前吃一根棒水果子，嗯、啊，吃俩茶鸡蛋，哦，是吧？我吃完这100分。是啊，你吃去吧。嗯、啊，吃完了，一考试0分，还0分？先吃的鸡蛋，嗨、哎，顺序错了也不成。嗯、啊。没辙，这脑子说实在的，我带他上医院去检查过，那脑仁跟松子儿这么大，是吧？一脑袋都是欠，勾的欠啊！哪有欠啊？这里粉汤，一脑袋粉汤，是吧？您别说话这么损。团里边当时对他很为难啊！怎么了？这孩子怎么弄啊？怎么为难了？怎么留他呀？啊，留他能干嘛呀？宰了啊？国家又不让。废话。卖了。啊、门口又没个狗市儿，哎，去，狗市卖人去啊，知道吗？你这个怎么弄啊？他也恨呐、啊，他也恨我们大伙儿，恨你们大伙儿。我们这一房说相声孩子，他恨我们。啊，你们都这么好，我不行啊、嗯，我也要考好。那不是说的，要强啊，这是。咱那个卷子拿来都是100，最次的90多。啊，他那个没有过30的，他爸爸也很着急，他爸爸着急。那是啊，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。啊。你这等你先老头呢心里我就说良心话，咱什么良心话，咱站在人家那个位置啊，站谁位置上想的？嗯，我姓于，我爸爸会姓王啊。那个哪个呀？就一个呀，这个就剩了一个。
就是一个。老爷子为他费多的心，一看卷子都是红的，一看卷子都是红的，能不恨得慌吗？望子成龙啊，最可恨他作假。怎么作假？他买那笔很粗，把那分都改了，嗯，都改100分，知道吗？哦、骗他爸爸好几年，后来老头买了一测谎的机器，测谎仪搁在这儿，嗯，一说瞎话，嘟嘟嘟嘟响。那就不说瞎话了，不是？这拿卷子一进来，嗯，告诉你，这是测谎的机器，嗯，说瞎话他想，多少分？考多少分？说100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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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瞎话。说实话，多少分？嗯，80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还想说实话？嗯，4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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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分都没过呀，把他爸爸气的啊，太不像话了。爸爸小时候门门都是100分啊，砰，炸了。我们爷俩加一块一句实话都没有啊，知道吗？您太损了，我告诉你。又气着他爸爸呀，咱理解是望子成龙心，老爷子顿足捶胸啊，甭捶胸、啊，我王建国缺什么得了我啊？行行了，行，甭跺脚了，恨得慌。不像您说的那样，这么些年来，为什么让他跟里头？啊，为什么他站在桌子里头？我是捧哏演员，少来这套。嗯、啊，台底下超过4个人，他就尿裤。他站这边坏了，这都湿了，这能挡着。这一上后台，先换鞋，知道吗？我至于吗？我那么害怕？知道吗？我不是踩乎你，就事说事，这么些年。没斗过哏，怎么没斗过哏、啊？也确实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。哎，您要说这话，咱就得抬抬杠了啊！这么些年打小都是先学斗哏，后学捧哏，整个都学。我也不是以前演出的时候没斗过哏呢。啊？你想一想，在北京就上一个月，怎么没斗过哏呢？有吗？怎么没有？你好好想一想。你斗过？我买个测谎的机器。哎，回来。用不着啊，用不着，多少人给我作证，到那都能找出来。3月中旬，就是啊，你还记着呢？逗哏上我有什么不记得的呀？嚯、哦，你这个智力提高了。那个药别停啊，零，我吃着药呢，合着，什么零啊？好啊，有一回。啊，我对不起各位啊，我说错话了，刚才还是的嘛。于老师斗过一次哏，道歉，就是上个月啊，北京的是哪儿啊？是通县的是哪儿啊？有这么一场演出，哎，在郊区，是一个药厂，对，做那个药就是治疗前列腺疾病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就是搞这么一个联谊会，请了很多前列腺有病的病人，给大伙发药。啊，发那些药，发药的过程当中，台上不能闲着，需要找演员演出。嗯、啊，到北京各大团体都去了。嗯、啊，不管吃，不管住，不管接，不管送，50块钱一场，上90%的税。嚯！啊，还有钱没有了？这个没人去，是没人去。于老师给人家买了几颗人参送去，把这演出算是争取下来了。啊，赔大发了，去演去了。人家医务工作者下去发药去，于老师上台了，刚说2句话，所有的前列腺炎的患者都尿了。大夫也纳闷啊，于谦这个人太利尿了啊，拿我当车前子了、啊、是怎么着？哦，有这么一回，对对对，什么有一回呀、啊？他露脸呢，这是啊，没有你这样的，嗯。咱俩合作这么些年，站在台上您就说我这个，这是真事儿啊？什么真事儿啊？真事儿，什么真事儿、啊？你斗不了哏，怎么斗不了哏啊？你小的时候都学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灵啊？怎么不？你抬杠，抬杠比打分挣得多是怎么着？你这不抬，咱抬这么着啊？我也不跟你抬杠啊。今儿咱俩换过来，我斗一回，我站那边来一回，别起哄啊！尤其坐底下的朋友，你们可不能这样。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人家坐得高，都尿了下来，被你们就淹了。哎呀，嗨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，知道吗？没那么大不是。你们上下有仇，别拿这个开玩笑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没那么大不是啊！我告诉您，踏实住了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啊！有也顺门流出去啊，不至于。
不，这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咱不是较劲吗？抬杠吗？要不我先上桌子上去。干嘛呀？我不会游泳。你这事儿闹的，我回来是说相声，我不是学游泳来的。我你没有你这么损的啊！换过来，说换就换。不是你真假的？我也让你见识见识，干嘛真的假的？你们也请看吧。你什么呀？你看，要知道你逗哏，今儿就卖5块钱一张票了啊！我至于那么这样吗？大伙儿真捧你。那怎么了？我替他爸爸先谢谢各位了。对，嗨，你替得着吗你？你先回来吧。啊、真的？我来一回，我逗你。这事儿闹，我给你托付托付吧。干嘛呀？终归天津是我的家，那我怕大伙儿欺生，啊，不至于。各位，对不起各位，今天这没办法啊，呛到这儿了，他非要斗一回。怎么了？斗就斗吧，这玩意儿也拦不住，是吧？捉妻拗子，不从气烟袋杆，宁死爹不戴孝帽子，知道吗？那乱。死爸爸哭舅舅，宁丧种的玩意儿啊！我招你惹你了？待会儿让他就斗啊，完事可乐也别乐啊。则当捧我了各位啊。嘿好。我给你托付完了啊。您白费劲，您这是给我托付的吗？来这个。来吧换过来。你这事闹的。那怎么了？真行啊。废话你过来，你这废什么话呀，说到就往这一站不就到了吗，这个。对不对？你可憋住了。甭那么些废话啊。来。今天呢，由我给您。这场节目就算开始了。哎。我给您说一段相声。相声讲究说学逗唱。是的。这个说就不容易。怎么？每一个字儿都得送到您耳朵里去。您得听清楚。哎，而且这个学也很不简单。啊。头一个来说。咱俩换过来了又。这不还是你逗哏吗这个。哎，这话怎么这么顺呢？你说，废话，你老抢着说的还不顺吗？我这不配合你站那边了，捧哏了，少说话，还不能说这么些个。当然了，你看这毛病还不少。嗯，来，我给你哎，表演一是相声，不错。今天然后呢？你什么毛病啊？你这是？捧哏吗？捧哏，您全在腮帮子上的这几句。我这多热情啊！热情管什么呀？多给你说点啊！你多说没用。哦，多说也不行。多说不行。那少说啊。少说话。哎，好。今天呢，由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。相声呢，两个人表演。四门功课。等会儿再照成不成啊，我说。不是这是演着出呢，这摆什么姿势啊，跟这儿。你说你的。我大大你回来。回来。这块。没照完呢。不着急，演完出咱一块儿啊，这个。这受不了啊。不是你旁边你一句话都不说呀、啊？怕搅和你吗？你搅和我一个人说了，那就多好啊！那你怎么着到底还得说话呀、啊？当然废话，你得搭茬啊！行，有来言有去语啊！啊，一句一句的呀！不是说我搅和你啊？怎么了？我是怕你丢人。我丢什么人？你看我跟他们照相的聊会儿天，牵扯大伙儿注意力，没人注意你好坏。那我给谁演呢？我这是。打小你没学过这个？怎么没学过呀？我们从小说实在的啊，说学逗唱都下过功夫。我大段也练过呀。从小你说绕口令、八扇屏、报菜名，哟呵，打小先练报菜名，不就是贯口吗？蒸羊羔、蒸熊掌，这一背一大套。我也背过，这也没什么。你哪学过这个呀？我给你来一段啊！我给你报一个，来一段，怎么了？哦，今抬杠咱们就抬到底。你带着家长来的？对。真捧 啊！真捧你啊！废话，我来一段让大伙儿听听，你也长个见识，对不对啊？这事儿闹的，不就是报菜名吗？来，重来啊！来，开始。哎，我请您吃饭。哎，不是，怎么了？谁扔西瓜了？哪儿了？哪有西瓜？谁害我？谁害你？谁推了我一把？谁呀、啊？出来。没有哪儿了？没有过来啊？没有藏哪儿？
藏人吗？这里头有人推了我一把。废话，咱别使坏行不行啊？那你说你的。废话，你躺下，我给谁说呀？我有西瓜，有西瓜。有什么西瓜？您这叫搅和，知道吗？谁搅和？来来来，报菜名吗？不是报菜名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请您吃饭。不去，我回家吃去。您这人就不讲道理。你看不去都不行吗？不当然了，我请您吃饭你不去，我给你捧的时候是这么捧的吗？哦，你也可以不去啊，以后那不去咱俩就甭说了呢。我安排车送你回去了，你不是不走吗？废话，你要走快走，那等照相呢，你知道吗？等会儿啊，一会儿就完啊。嗯，您甭老惦着这照相的。你怎么着？您得去。还得去？当然不去我怎么说呀？我怎么？你为了背这菜名啊，让你听听，这是准行啊。当然了。得嘞，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。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我去。哎，这就行了。你也甭说请我吃了，你把这菜名说个三样五样的来，我就知你请客这情了。好，嗯，我请您吃蒸羊羔。这就吃不了了。我这刚一个菜。你甭说了，我知道你呀，没钱。哎，回来。你这样不行啊，我告诉你。你这样不道德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句不都这个吗？没钱就完了。废话，这到最后一句了吗？这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什么叫差不多了啊？您这搅和，您这没有义德，知道吗？我很有义德呀。我什么义德呀？你不乐意你告我去你啊。嘿啊，告你干嘛？我对吧？您没有这样的。一个羊也赶，俩羊也放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我凑一堆我便宜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您这我刚一个字，您这一个菜说出来您就下去了。不是，你我跟你说，这个约定俗成不行，知道吗？怎么说相声是活的，一人一句啊，你完全照着教科书一字不差的。咱现场你干到死你也是学员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到时候到现场咱也可以来啊。你来了吗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怎么你这边平台你吃来打鸡血了是怎么着？怎么打鸡血啊？没受过这挤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事闹的啊！来了，没影的事吗？这不一句一句的啊，那一句怕是啊，我艺术家好几天了，我，辛苦您了，辛苦辛苦不嘞？昨天呢，我到您家了，到家到家不嘞？啪啪一打门呢，由里边出了一人啊，出了人出人不嘞？我一看呢，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外国人。这。是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大嫂，大嫂子不嘞？问您说，您没在家？没在家，没在家不嘞？我就走了。走走不嘞？我呀，就拐弯了。拐弯，拐弯不嘞？我就走了。啊，走吧。你也活动活动吧。你看，废话，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这不有来言有去语吗？有来言有去语，这么说也不成。我要给你这么捧哏，你也不成，知道吗？我要这么说，大伙儿就能乐了，你信吗？不可能！来，回试试，换过来，那边去。来来，我就不信了。我告诉你，来，咱们就试试。我也得托付托付。你托付吧，我听听。到我了啊！不可乐也得乐，咱们团结起来，被这小子气死。哎，完事一会儿演出散了，咱们一块儿吃饭去，呵呵，谁去谁花钱啊？没羞没臊，大伙儿多捧啊！来来啊，嗯啊，我刚才给你怎么托付的？你是怎么托付的吗？辛苦您嘞，辛苦辛苦吧。我想上您家去了，上家上家不嘞？啪啪啪一打门呢，打门打门不嘞？打里边出了一个人，出来人不？我一看不是外人，是外人不是外人不嘞？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大嫂子吗？说你不在家。嗯，是，我就走了。走吧，我就拐了弯了。拐拐弯吧，我上大马路了。去吧，我看见你爸爸了。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。哎，什么？你先回来吧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。哎，太可乐了，这什么可乐呀？我都替你美得慌，替我美像话吗？
多可乐！我爸爸跟猪八戒似的，你说这个呀？你管说什么？这不就乐了吗？哎，你我要说这，大伙儿也能乐呀？你这不能，不可能，咱试试，来一回，再来就来。您这过来，这有什么呀？这抬杠吗？这不是？辛苦您了。哎，辛苦辛苦不累。昨天我到您家了，到家到家不累。啪啪一打门，又里边出了一人。哎，出人不累，不是外人。我们家没外国人。你媳妇儿，我大嫂子。嫂子嫂子不累。问你说你没在家？没在家，没在家不累。我就走了。走了走了不累。我就碰见你爸爸了。不能，我爸爸死了。你爸爸死了，碰不见。其实我爸爸也死了，我刚才忘说了，你这玩意儿。哎呀，这不成啊？怎么成？咱俩换过来，还换过来？我对了，咱俩换过来，换过来你也不成？没问题，来我来着，我爸辛苦您嘞。辛苦辛苦吧，昨天上您家去了，上家上家，啪啪啪一打门，打里边出来一人，出来出来，我一看不是外人呐，你媳妇儿我大嫂子，嗯，问你说你不在家，对，我就出门了，看见你爸爸，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，好嘛，差点滑过去啊，就这句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爸爸也死了，你爸爸也死了，也死像话吗？怎么着，也死了。你爸爸死你怎么这么美啊，你给弄的妈呀，凶手似的，养儿得计这玩意儿，看见了吗？没有，不麻烦外人，就是这句，甭废话，别死了，怎么着吧。我不是昨天碰见的。碰什么时候碰见的？我一年前碰见的。一年前碰见的？对对对对。我爸爸死八年了。你再想想，你记错了。我没记错，八年前。你那亲爸爸，废话，嗯，就是亲爸爸，就这么一个。爸爸死了八年了。对了，确定死八年了。八年了，甭废话，碰见谁了？我碰见你干爸爸了。这老头啊，这么高，那多多高啊？这么高，我认干亲，我瞧得见他吗？我玩意儿吓唬人玩也好。什么呀？你干爸爸不认干亲，一概没有。你老丈人没结婚呢。你大爷，我爸爸哥一个。你舅舅，我妈娘家没人。你姨父没有。你姑父没有，告诉你没有。你姐夫没有，我兄弟一个。你妹夫没有。你干曾祖，哎，嚯，知道够远的呀，您这个干曾祖，我这么跟您说得了啊。为了跟您说这场相声啊，我们家亲戚朋友全死干净了。哼，没辙。你好了歹了，你也找一个。我哪儿找去？你认一干爸爸。我啊，比如为了跟您说这，我认一干爸爸。你凑合一个也行。我上哪儿给你凑合去？没有。我来要不啊？您甭来这套啊！您说，不，你这就叫诚心了。怎么叫诚心啊？没有义德呀。谁呀？你扒那儿读可不行啊。怎么了？你这样这相声还怎么说呀？怎么不能说啊？你大老远的拿你接到这儿来，你这诚心了就没意思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叫诚心？刚才你怎么说我来了？不是，我是有感而发，你这个就不对了。怎么办？我是这样，我说什么你好歹啊、哎、有他怎么能说完呢？这个是吧？啊，你是说什么我就得说有。你好歹你是这个亲戚那个亲戚，你说没有，你好歹你回家你再看看冰箱里还有没有亲戚，你给我找一个。没听说过。亲戚搁冰箱里存着，你好歹得找一个啊！找你说什么我就得说有会喘气的那个，说一个也行啊。有一个对吧？你真没羞没臊。不是你抬杠吗？咱得说完这。啊、对呀、啊。行，我有。我碰见谁、哎？碰见你弟弟了。那、啊、行，我有。有吗？哎，有个弟弟。得了，这就好办了。哎，对我碰见你弟弟了。碰见可以啊。哎，您先等会儿。嗯，碰见是碰见了啊。嗯，您得说出来，我弟弟。穿什么戴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身量您都得说出来。那碰见就碰见呗。没听说过你得说明白了。是你得看。我看见他我眼睁睁瞧着他的。对啊，他穿什么？穿着啊，穿着塑料的西装啊。嗯、谁没有没有没有。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？没有没有，他穿着一个那个地卡、那个钢板的挂。什么呀？ 那是神六，那是。谁说神六了？他穿着大褂吧，那个、啊、没有。没有你说的吗？怎么今儿那色绿色的，哎，谁往这靠上？他谁呀、啊？他光着屁股呢，他哎啊，光着屁股，我在澡堂子看见他的，嘿，没穿衣裳啊，
澡堂子碰见的。对啊，澡堂子碰见。嗯，那么他多大岁数？七十多吧。谁啊？问那旁边那老头七十多。没问老头。他四十没有，比你小，可能你弟弟嘛，是吧？嗯，二十九又稍微大，二八十四，谁是？三五一十五四乘以四，你猜是几？哎，您说什么了？我就猜，你就说这意思，可乐吧？上哪儿就可乐呀？他扭脸冲那边，我哪儿瞧见了？背身我看着后影哦。多高身量？对，一米多个，一人来个，他你排二到二阳台，他趴在那儿，我趴那儿了。趴那儿了，趴那儿有人给他搓背呢。哎呀，呵，好嘛，那哪看着啊？那，您那差不多，他这个模样反正啊，四棱子吧。那个谁，这大麻子没长着啊？没长，你说一脸翘的，可都点下去了是吧？点下去就没有了。眼珠子一边一个，反正谁废话？眉毛，哎呀，这一个头发呀啊，怎么着？那嘴牙里边啊，谁牙里边还有什么？鼻子眼，他有眼。他那个、废话，哎，你等会儿，啊、你呀、啊，别胡说八道了啊！我跟你说吧，啊，我是有个弟弟，你碰不见，怎么呢？我弟弟当然今天才三个月，你上哪儿碰？我说的是你亲弟弟，一奶同胞，真的吗？对了，那就不对了，怎么不对了？你爸爸死八年了，他哪儿来的？哎、这儿等着我呢。谢谢大家，是感谢朋友们的鼓励。哎，传统相声不好说，啊，要求演员见功底，嗯，啊，作为演员来说要涉猎广泛一些，嗯，关注我们的国家大事，嗯，最近咱们国家前不久就有这么一件大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国家允许载人了，对，啊，我很高兴啊。等会儿吧，哪有这消息啊？载人了？载人吗？什么呀？您这连着两年都载人了吗？是哪儿啊？头年宰的那是杨利伟，后来又宰一回，啊？您说那飞船呢？对呀、啊，那叫载人啊，载人啊，载人不叫宰人。神五、神六，对，我认为神六这是因为我起的名字，怎么跟您还有关系？我闲着没事跟马路上那儿溜，大伙都说，哼，这个货净神六去，嗨，哎。我觉得我这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了。您那您闲点有什么贡献呢？听说神七也正在研制当中，是吗？我很希望神七的时候，我能跟着一块上回天。您跟着上？我要做一个二手的宇航员。这宇航员还二手呢？我已经开始训练了。怎么训练啊？我们楼底下有小孩坐的那个转椅。对对。我去了。干嘛？都起来，都躲开那儿，躲开。我坐上去。哎，你坐。我喊孩子们来推我来推推。对，推你那胖子过来，过来推我。啊，先练这转，转完这不慌不运就行了。哦，练这个，转四十多圈。哦，停，行了，我这苦胆吐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还是晕呢。练完这个之后，我得练不运高。这怎么练啊？你想啊，这飞船往上一走这么高啊，你往下一看，哇，你要吐了。嗯、啊，不合适。是，哎，我先练这不运高。怎么练？旁边有一大楼。四十多层哦，我去了，是迈不进电梯，对，俩小时没上去，怎么回事？没电，哎，没电，你上电梯？没电，爬楼吧，爬吧，爬到楼上去，站在楼顶子往下瞧，嚯，高啊，太高了，嗯，我正练着呢，楼底下来一帮警察，干嘛呀？下来吧，工头答应给钱了，嗨、啊，谢谢，哦，哎呦。这个天可不早了啊！本来我们应该还在后边再待会儿，嗯，后来于老师说，要不咱们来一个吧，嗯，省得让人觉得我们不会似的啊。刚才是郭麒麟，嗯，今天很开心能跟儿子一起说相声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把我也绕在里头了，在一个舞台上表演，嗯啊。可能逢这种重大的节日，嗯，节目安排的就多。是，啊，您各位也倒班歇着，啊，这边躺会儿，那边坐起来，那边躺会儿，这边坐起来，此起彼伏，就是啊。哎，你就跟上过学似的。哈，别着急，听相声得有过日子的心。嚯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嗯，你看我都不着急走，你们也不能着急啊。一段段的说，嗯，
这都是卖完房来听相声，想开了啊！看见你们各位，我特别亲切。嗯，都是我的亲人啊，窝窝的，嗯，老河部队的，对，天敌，你看哪个演员还趁两波不一样的粉丝？那咱们是一家人，是，咱们是一家人啊。嗯，分成不同的部队呢，便于管理。哎。这不是文职，哎，这不是穿军装来的。其实我跟你们各位都不陌生，嗯，啊，窝窝的论坛我也见天去，郭德纲贴吧我也见天去，是啊，够一万多人，一万多人天天在网上问，嗯，哪个是郭德纲？我还真没注册过，真没有啊，我就每次都偷偷摸摸看看。但是每天都看是真的，嗯，在家用电脑看，有时没事拿手机看看，看看您，啊，了解一下大伙儿的动态，你们想听什么了，或者是对我们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您各位说，我们也听。包括有时你们跟别的吧打架，我也看。这个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嗯，别真生气，也别放心里去，很正常。啊，这怎么说呢，我记得05年百度聘请我当国学顾问，哦，其实我有点朋友，嗯，我直接说这把谁谁给我封了，他们能干，嗯，但咱们不能那样做，不能那样做。举个小例子啊，之前我们有别的徒弟学生也干剧场，经营不是很善，演出方找到过我，你接吗？你今儿来明儿我就让他走，不能这样做，不可赶尽杀绝。对别的贴吧也是如此，一定要允许别人有发泄的地方，你记住，三五十个人闹你就让他闹去吧，是吧，他不在这儿闹，他散到别处闹去就更乱，聚在一块儿你不要紧，别往心里去，挺好。但是你们各位辛苦啊，辛苦啊，都没有外人，大伙儿对我们都熟悉，其实好些人喜欢谦儿哥比喜欢我还厉害，没有没有，你一上来女观众眼都放光芒。据传说咱们窝窝有一批女孩子喜欢你，这些个冲动女色魔呀。山南的海北的大伙儿都来了啊，嗯，大武汉来的这都是啊，山高路远啊，谢谢大伙儿，这个谢谢啊，他那边有四川的啊，是我闻着那边麻辣味的啊，挺好啊，多捧多听，嗯，我们目前身体状况还行，嗯，还能多干些年啊，谦哥反正也行吧，哎，到底行是不行？行啊，能不行吗？啊，看着您我就打心里我痛快，是吗？慢说着我好些孩子看见你就哭，哭，有好多女孩一见到哇哇的哭啊，干嘛呀？往派出所跑啊？哎，报案去了？不能，于老师这份的好人，哎。你看这状态就看得出来，你看啊，这个眼睛多有神呢，慈祥，慈祥，看谁谁有喜啊！我看谁谁怀孕是吧？你哪有那个功能啊？有喜这词儿用的不恰当，看谁谁有喜事，哎，把那事儿带上。他不可能胡作非为，他胆小，是，他媳妇管得也严，嗯，嫂子说过。嗯，你敢出轨我就敢把你埋了啊，拿我当动车那么对待，您不是那个人，那是尤其这些年啊，随着越来越有钱了，嗯，心也越来越好了，嗯，一直就好，哎，只能说是越来越好，是吗？老话说得好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，哎，这人真是的啊，你看有钱没钱的不一样，嗯，你看有人说，哎呀，有的国家素质高，有的国家素质低，跟钱是有关系的。哦，跟金钱还关系。哎，有的国家大半夜三点红绿灯他还等，哦，等灯太有钱了，他真怕怼死。对，怕这个，你细琢磨，嗯，你细琢磨去吧。嗯，趁好几十个亿，可别撞死我呀。嗯，夜里没人，没人也跟着等着。啊，那穷人就不行了。啊，穷的跟什么似的，你机动车逆行道我也走。非怼了我你也得赔我3000块钱，哎嗨，
为这钱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，有道理。说相声也是如此，我们都如此啊。生活好点了，最起码心态就好了。是，想着该捐点捐点，有什么天灾人祸的，哎，帮助别人，是不是点力气？你说相声，说相声也真有穷的没辙的。是啊，出去劫道去有。嚯，有，开大摩托上银行门口等着啊。真有，咱别说是谁吧。嗯，我们同行打摩托，银行这儿出一女的，打这走。